看一下，因为我们这边是这个红梨啊，红梨没关系，看得到看得到，你就注意一下哈，那也欢迎的哈，看得到你就注意一下哈。这个哈、啊、给你们看，等一下你葵花问，啊，这个标本，不要看。就是先生所种的，就是那些非常好的小黄瓜，那些品种卖的非常好，非常美，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们可以观赏一下，轮着带他沉下去看看。你要看完的时候要还给我啊！哎，我你敢卖给我？不清楚的话，那你们要问一下，可以提问啊。这些底下来的，你装没得？这很啊，你得你得卖。来，后面的贵宾呢，还可以再往这边移动哦，哈。都塞在那边了，来，我们往这边移动，这边还有位置，往这边还有位置。我本来分两组哦，可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，我们在这边先把，对对，可以站的，在这边还可以站，请往这移动，上面一点比较看得到。哦，请往这移动哈。好，下雨的关系，我们就在那边先进行嘛哈，来，请往前移动哈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来，请往前，啊，请往前。谢谢啊，谢谢各位配合哈。我们哪里来的？啊，我们哪里来的？台北。台北。台北哦、有三峡的吗？没有三峡来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往这边。我每一天下午两点都要到三峡去了，我带货带货去。菜鸟，不是花的。菜鸟，我卖的是三峡一个。在博士，助理，哎、都是买我的。他不光是把菜苗栽别的，他会告诉人家你人际要怎么栽培，所以他的生意每一次都。家里面菜园，管理的菜园没有菜园，你看着，看农民多辛苦啊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说那个台比较顺口啊。哦，你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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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都是杂草，要埋下去，做肥料，做有机肥料，不要浪费掉。啊，那每次人都到那这个杂草，但是杂草不但浪费掉，是很宝贵的。啊，要埋下去。看我们农人什么都是宝贝，杂草啊，埋到地下吼、哦，又变多一点。你看他这样在挖吼、哦，要拿对工具。啊、你做全错吧，做几工哦？啊，做土翻过来，土啊，整个土都翻过来，啊，变个卡多，卡袂生草，爱搁干呢，轮作啊，这个意思就讲叫改良啊，哦，搁改良会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一般咱哩搭搭遐吼，那有人去看嘞吼，安尼就要种啊。安尼怎么种得起啊？安尼叫做安尼种，伊菜白叶起来无同款。安尼起来菜白叶不是，安尼样。啊，这种菜吼，啊，青茎啊，比如讲种球青茎的，就特别甜，较甜啦。吼，安尼这意思啊，过程嘛同款，菜，嘿，菜也嘛是爱青爱青茎。那无清净吼，哎，煮个甜啊，白酒，啊，啊，你掉下来吼，来，啊，我再看你看哈，安尼，翻过来。他这一次就挖很深，他那个两个爪很大。他翻过来是杂草弄的呀，好，安尼。等一下，看看谁要试看看。我滚到你看，啊，这么做实验来，
来，我们遵守生日伙伴的来哦，机会难得啊，祝大家呢哦，五月以下的这个朋友感觉。